走！我是Tommy，我是龙爷，我是李子。那这是血调嘛？对，没有错。那血调的话，日文它的正统是怎么讲的？安娜之力，安娜之力，安娜就是血，之力就是钓鱼。哦，所以安娜之力就是血调的意思，对。对对对，那就让我们速战速决 ，Let go。那我现在玩这个大穴，就是这边这个穴很棒，还要先试个穴，这边穴很深哦，咬到底了，马上被咬，我看到在抖动，真的。没了，你们感受到不同反响的穴，马上被咬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边的穴真的是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穴钓啊，对鱼来说就像是把食物送到他家餐桌一样，因为这种人工的消波块啊，里面都会形成他们的公寓，就他们都会住进来定居。哦，这个抖动，而且用这种血钓竿啊，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前面这个地方超软，这很明显，所以就是对啊，被咬都超明显，就算是小鱼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很大。其实血钓也不一定是小鱼，搞不好有时候也会有怪。对啊，有时候也会有。那你要不要拿一下？你确定它还在吗？不在。对啊，我们用的钩子，我们都故意选偏比较大一点，不会说是真的钓很小的那种鱼啊。那穴其实都是很优质的穴，这水深也够，然后我们站的地方也很好。哇，你不需要爬什么消波块啊，直接在岸上。哇！快吃鱼，快！吃掉了，走，走，避难。刚才这超级雷阵雨，超夸张的，可是也蛮快的啦。然后十分钟之后，你看现在天气，好天气，阳光这样。我们要继续探索我们的穴位。我觉得前面那个可以啊，这个三角空间。没有，像是问你杆子的距离。钓不过去啊，因为你钩没有啊。有吗？有了。哦，又是那个天竺雕。哎呦，小雕雕，小雕雕。好了，拜拜。小雕雕下去吧。啊，鹅还在，继续。有了，什么嘞？哦，石斑，红毛石斑，哇！哦，这个 size 其实大只哎，这应该可以的吧？真的吗？这个是大只的，对啊，这是大只。红毛石斑，钓鱼棒，钓鱼棒，你手要伸出来啊！钓鱼棒，耶！它嘴巴里面是小鱼，你要看吗？消化一半的，等一下，哦，好小哦，好放回去哦，好回家吧，慢慢消化，回家，这边吗？放另外一边来，放另外一边啊，好了，去吧，拜拜 ，OK， 这边还有吗？蛋，我找个位置过去。哪里？什么？哦，又是天竺杂鱼吗？杂鱼。它肚子好大哦。它是不是快生了？有孕在生了。那还是杂鱼。医生，我是不是要生了？回家吧，拜拜。来换李子上场，我是一个很会挑穴的男人。
我看这个穴不错。怎样？哦，就刚好在消波块中间嘛。不是这个穴，因为它近，这个近的够深，但是它有一种很吸引人的感觉。我都靠第六感在找穴。好啦，那我就试试看喽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哦，上上上！哦，好不好吃的？真的！哇，哦是什么？大十八耶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！钓钓鱼，爸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超大的红猫石斑，这是红猫、哦，真的，来，哇，不错哎，是哟、哦，耶，钓鱼爸终于开张了，这告诉我们钓鱼爸要传达的是那个啦，什么？雀钓真的很好玩，雀钓很好玩哎，真的，看啊，这应该有二十公分吧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放回去吧。OK， 我们挑一个安全的地方放好，这边石头太多了。拜拜。夏天的话，可以看到我们征服更多的消波块，也就是所谓日本所谓讲的叫做安纳之力，安纳之力穴钓。OK， 那就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好了。OK。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，和我们一起钓鱼吧。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，请记得寄信到我们的信箱。